如果是有兴趣的事情啊，然后它不是件坏事，然后如果你不想去做，那你一辈子之后也可能都不会再做了啊。如果你做下去，就算成功或失败，我相信过程都是很美好的。什么问题？我是谁哦？应该就比较没有哎、欸，就想把自己的故事最完整的讲出来啊。哦，所以就是透过这个比赛，反而是对，然后也可以顺便思考自己之前到底在做什么。因为我比较习惯独来独往，大概是这样子，从网络上慢慢发影片，大概发了一年多，后来才被。有被班上同学知道，这样子就很莫名其妙啊！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，我配备输人家，然后人力资源也都是输人家的啊，就只能用身边仅有的材料，看能做出什么就做出什么。反正原本是想说做一做，老师就会帮我消过了、啊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就这样入选了。平凡的我们要活出不平凡的人生。然后这是我姐。这是我另外一个姐姐，这是刚出生的我，但她正在睡觉，非常可爱吧。The honorable mention awards goes to 平凡的我们要活出不平凡的人生。感谢之前每个看我影片的，就是有他们，我才会想要继续制作影片。谢谢。你喜欢的事情，可是你跌倒了，你如果站起来有成功，那过程一定是很美好的。我很喜欢在实况中的自己，带给大家欢笑是我的乐趣。即使这件事情让我遭遇过很多挫折，我依然慢慢的克服过去。我就是我，在网络上，在现实中，两个我都很自傲。